是在风雨中伫立。有你的血汗，有我的真诚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生意不好了，缓几天吧。不行啊，你一拖再拖，拖到什么时候啊？哎，
人不识，债不烂嘛，那何必逼我嘛？坐着。好。哎，你给我还钱呢，我这做人你狡猾鬼。哎，打架啊。哎，不要打，不要打。叫你们大家没听到，知道你吃不惯呐，俺是请你带给俺那个老乡老蔡。哦，好好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谢了啊。老秦，你去提水啊。生意怎么样？不错了。是你们的，烧炭了已经卖完了。陈小姐，我们不是来吃东西的，他有话跟你讲。什么事啊，李大侠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们最近听说部队要调动，可能要去很远的地方，也许要很久才会回来。然后呢？我是想写信给你，可是没有你的地址。你要写信给我？好啊，寄到我家就可以了嘛。可是我没有你家地址啊。我不认识字。你问我爸就好了。哎，我看这样好了，我的部队不调动，你写信给我，我再转给陈小姐。哎，也对。再见。再见啊！等一下。
再给你路上当点心。谢谢，谢谢。再见。天雷，天雷，快中午了，你不是要包月的客人要带吗？哦，谢了。哦，天雷，我到你便车好吗？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把我的还给我了。那蹲下来，小心。想起阿君姐，要不是因为我，她也不会发生意外了，永清他们也不会没有妈妈了。说这些干什么？等等我嘛！我等你，客人不会等我，是你重要还是客人重要？天来的妻子阿娟因为救陈雪而牺牲了，使陈雪对天来父子有着一份永远无法弥补的愧疚。相处日久，陈雪对天来却产生了一份难以言喻的感情。哎，李小姐，今天辛苦了，上车上车。你还在下面干什么？下来嘛！你下去。可以了。哎哎，我来。你没有长脚啊，叫我回家。哎呦，哎哎，你老跟着我干什么？太奇怪了，你回家不走这点路的？哎，既然顺路，那就一起上来吧。啊，谢谢。看什么？是客人要我做的。啊！怎么搞的？小姐，你衣服好漂亮哦！啊，
过几天外国军训给教会的衣服会送来，你可以来挑几件呢。真的？嗯，谢谢谢谢。哪里？李小姐，她叫阿雪，是我们邻居的女儿。阿雪，这李小姐是镇上大户李家的千金小姐，在教会里服务。对，李小姐，礼拜天发那个人事，我已经说过了。阿雪，上坡你没看到，下来推车。哎，你死人了，下来啊，快呀、啊！好慢，好慢，慢不动作快点，慢，用力啊！用力啊！几天没吃饭了，是猪啊！用力嘛！聋子，用力啦！哎，你干什么？哎哎，大家啊！先来，啊，怎么了？先来，啊，痛死我了！先来，啊，啊，啊，开花。对不起，小姐，我想请问你一下，这里面住一位夏先生。慢开啊！来，你赶紧。你脸上怎么搞的？刚才我不小心。这里有没有住一位夏先生？夏先生，快点啊！那你去找。你要找夏半仙是不是啊？夏半仙。对啊，个子瘦瘦小小的，嗯，戴一个老花眼镜的。是的。哎，太太，你在跟谁讲话啊？哎呦，我老公啊，你在做梦干呀？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太太，她是谁呀？大花脸的啊？呀，太太，你大白脸了？嗨，你们两个唱哪出戏呀？哟，我在碗面，您不是不晓得，他干什么我怎么知道？哎，陆公啊，他要找那下半仙呢。啊，你是？我是他的外甥，我叫任翔。哦，我叫蔡田，她是我老婆。你是下半仙的外甥啊？你是刚到？是的，我刚下船，这里的门牌好乱，好难找。好不容易才找到这里，下半仙可能待会儿就要回来了，啊，那儿有水，去洗个脸，啊，太太，啊，拿个毛巾给他，啊，谢谢，没关系了，没关系了，不要紧，待会我再跟你讲了。躲起来，躲起来。哇！铁口直断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到家到家了，把眼睛睁开吧。哎呀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到了你跟我说一声呐。好嘛好嘛。好慢，好慢！哎，下半仙，嗯，人家都说你啊未卜先知，哎，今天呢，我让你算算，嗯，谁会来找你？嗯，找我？嗯，嗯，好，好，好，那咱们赌点什么？一瓶酒，一包花生米，照旧啊。
照旧。那是外甥打灯笼了。哎，是不是我的外甥来找我了？哟，半仙，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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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服了你，快出来吧出来吧。舅舅啊，小强啊，你到底是来了。哎呀，小虎啊，你不会叫你表哥一声啊？表哥，哎，表弟都长这么高了。哎哎，阿雪，阿雪，人呢？来来来，小妈，小强，认识啊？不认识。哦，哎，阿雪，他是我外甥任翔啊。你好。你好。哎，小强，阿雪姑娘可是能干哦，不但帮着她爸爸在市场卖粥啊，我跟小虎。还有那户姓林的一家人呐，都在他们家搭伙呀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阿雪，从今往后你又多了一位客人呢。好，好啊。哎，对了，什么时候可以吃饭呢？来来来来，我现在就去做啊。爸爸，爸爸回来了。脏死！好。嗨。有没有看到我们家春枝啊？春枝啊。哎。他早就回家里。哦。那我也回家了。啊，好，走。哎，等一下。我有一些菜没有卖完。带一点回家，学校。谢谢阿姨。谢谢阿姨。乖啊。阿雪。阿雪。是吗？这菜瓜拿去烧。嘛，酒鬼灰，不外矿做菜龟。帮我这个忙吗？阿康，你真的放心把三个孩子交给我？到了台湾，我还能求谁呢？我只有找你这个老同学了。你打算回去多久？应该不会太久。文启跟我说好了，他会带着孩子的奶奶到上海跟我会合的。你打算什么时候走？明天一早，船票我已经订好了。孩子们都知道吗？我会告诉他们的。哦，对了，我应该给你点孩子们的生活费吧？不用了，孩子们又能吃喝多少呢？应该的，否则我怎么能心安呢？哎，我的钱呢？我的近视呢？怎么了？谁偷了我的钱啊？爸爸。唱得好，唱得。老陆啊，你，爸爸啊，我发财了，拿看。嚯，哦，哈哈。东西的，不骗不想。阿雪，我欠你180块，对不对？好。200块钱，不用找。老三，哎，在这，来，什么事儿？哎，我欠你多少烟酒钱啊？245块3毛钱。好。400块钱。
再给五包烟。好。每个人一瓶汽水，我请客。哎，好。好好好。钱就还钱嘛，有。我送你个东西，你看，怎么样？喜不喜欢？你算你有良心了。够过人了，够六了，够八了。马大爷，不要这样子嘛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哎哎，大哥，喝喝喝喝，好的，先出去，那我敬一下。哎，罗大爷叫你先出去，先出去啊！待会儿再找你们啊！哎哎哎哎，坐下坐下坐下。来来，大哥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没什么。阿彪，嗯，菜市场那个卖粥的女孩，好像挺带劲儿。卖粥的？哦，哎，大哥。你是说陈父的妹妹陈雪啊？哎，大哥，你看上她了啊？哎，大哥，你要是真对她有意思啊，哎，这个我可以安排啊。不过，哎，那个女孩子啊，太泼辣了，简直像野丫头。哎，哪儿比得上这里的姑娘啊？又温柔又体贴啊，又周到。哎哎哎，大哥，菜凉了，我叫他们把菜再热一热。怎么还是喝酒？哎，对对对，喝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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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，大哥，大哥敬你呗。阿父，哎，好啊，我看你今天还是有话好说。我们的赌债你还不还呢？啊，有话好说，你就动手了嘛。你管的，这是我们的事。阿父，小姑来玩啊。紧张什么嘛？欠钱就还钱嘛，啊！陆大哥，你也在这儿？大家都是好朋友嘛，为了一点赌债吵架，我请客，进来喝酒。好，好，好，谢陆大哥。是不是还有意思啊？哎哎，好啊！哎，喝完酒我们再来。好啊。圆圆，妈，妈要走了，记得妈交代的话，要听中华叔叔的。弟弟妹妹年纪都还小，不懂事，你是大哥。你要照顾他，知不知道？我知道。妈，你不叫你弟弟妹妹吗？我不叫，不叫，我会哭闹的。圆，要是他们问，你就告诉他们，妈去接奶奶跟爸爸，很快就会回来。大康，我就来了。妈，
忘记妈交代的话了。不过啊，照顾弟弟妹妹，妈很快就会回来的。孩子我会照顾的，一切拜托了。什么？孩子怎么跑了？嗯，说是要找妈妈嘛，我拦也拦不住啊。台风警报吧！你没看警察局上面都挂了风球了？月红啊，这种天气你们食堂还做生意啊？当然做了。会有客人吗？这你就不懂了。这种风风雨雨的天气啊，不冷不热，正是喝酒的好时候。反正是台风天了，我看你生意啊也别做了，到那就喝两杯算了。月红啊，你每个月帮我车子的车钱够到你那吃喝一顿吗？放心，我请客。谢了谢了，不用了。天来啊，你是个死老婆的男人，你赶回去干什么？到我那儿去坐坐，说不定我还可以给介绍个小姐陪陪你。哈哈，谢了谢了。你真的不无聊啊？哎，无聊？我那三个宝贝蛋呢，每天都把我吵死了，我还无聊了。哎哎哎，到了到了。兄弟回来了。妈，你，哎，老天，来，这个接上接上。老天，这是孩子。哎，阿水。
这边。阿雪。上哪里去呀？去哪呀？哎呀，你小心点好不好？哎呦，小心！爹，你小心一点嘛！哎，还好。阿弥陀佛，总算没事了。好，阿弥陀佛，观世音菩萨。嘿，耶稣救你哟！是。哎，救谁呀？是老子保佑的。小心点。阿雪。哎，台风快来了，我的孩子呢？原先他们不在屋里吗？都不在啊。那我现在就去找他们。阿雪，啊，看到你哥哥，叫他赶快回来。啊，哎呀，不行，我带伞啊。我也去找他们。捉迷藏！小青，你个混蛋，你还躲！你们三个小孩怎么还不回家？台风要来了，不要让家里大人担心了，回去了！哎，还待在那干什么？走啊！去！干嘛？做错事情不敢回去。好了，我送你们回去。上车。住哪里？你是不是带头的？是不是你带他们两个做坏事不敢回去了？不说话啊！不说话，我不带你们了。
课回来了。妈，您哪来的三个孩子啊？路上捡来的，我看外面下这么大雨啊，怪可怜的，我就把他们带回来了。捡来的？哎呦，不是于明白，那野到哪儿去了？哎呀，冰凉的，再不是着凉的。擦一下。太太，去烧点热水，帮他们洗洗吧。啊，能不能？赶快擦干呢。哎呀。妈，我去上你家去了，你们自己擦擦啊。你们是不是做什么坏事了？不敢回家？嗯。不说实话，我就把你们送到派出所去，交给警察。嗯。刘金福，不要那么凶嘛，吓人家。不说实话，一定是坏孩子。乖乖的，不要走开啊！我去看你们阿修鞋水槽好了没有。嗯。阿金，谢谢你们啊。心善就是他那种人了。等一下，等雨小一点，你们就跟我回家去啊。不行，我们要找妈妈。嗯，找妈妈。刘去，刘哥。可是，你妈妈可。
船走了耶。一元呐、啊，你还记不记得你说的那个仲华叔叔住在什么地方？不记得了，很远，要坐火车才能到。这样子啊，这样好了，你们暂时住在我家，等台风过去之后，我陪你们到船公司去打听一下你妈妈的下落，好不好？嗯嗯。现在雨还很大，我先教你们念一首童谣，好不好？你们跟我念啊。袁兄妹的照顾不是施舍，不是怜悯，是诚挚的爱护与发自内心的关怀。也正是古圣先贤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伟大道德修养。你在哭吗，干呀、啊？
我。妈，给你五十好了。正经的生意不做，一辈子没出息。哎，外面什么事情？今天拜拜嘛。哦哦。阿学姐，你这狗上了戏的，朋友也不在戏。哦。阿学姐，阿学姐，你带我们看不在戏嘛，好不好嘛？好不好嘛？好不好嘛？好嘛？一言一借一梦。阿学姐带你们去看布袋戏，好吧？好玩呀！怎么了？不喜欢看？想妈妈了？哎，没关系的，一定会找得到妈妈的。我听说啊，这船公司啊有来往的名单，可以查得出来的。我现在帮你去查，好吧？我要回去准备拜拜东西了，你们好好看戏，不要乱跑啊！哎，阿雪，啊，对了，待会儿买冰棒吃啊！你管着点啊，好好保管。我走了啊，阿姨老公爷爷，再见。好的。